在上面再做一个，再做一个。再做，来上去做，来，坐吧，坐吧，大家坐。好，你们。后边站两个，这边你说事儿。后边站两个妹子。为什么都碰我？来这里，对，这样啊，尽量往上走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就很自由的，然后这边那个。是姑娘，就是都往那边跑，就跟那个小偷往那边跑，往下看嘛，往下看，直接过去。石头里面有点旁边，不让旁边的人站，这个就是这个中间位置。今天你把你坐上去，因为外面那个。现在不用了，你能麦克风的麦克是朝上吗？是吧？再高一点吧，能不能再高一点？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声音小是吧？到了。我觉得他好了吗？那边测试，现在测试好了吗？好了，现场准备。好的，我把来音频。OK， 摄像。好了，黄姐姐你也吃点水果，大家都吃了。好的，镜头。对。这边的话，因为现在是直接可以手持，所以到时候如果要互动，直接可以拿起来就能用。好了，大家放松一点。好，放松。来，手机进行。嗯，现在黄天天要参加我们的顶级厨艺大赛的那个比拼之前，大家有什么想了解他？你们都不了解他，我也不了解他。我希望通过你们跟他聊天，去了解黄天天的厨艺。来，谁先说？好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平时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吃，就是虽然是江苏人，但其实我喜欢吃偏川菜多一点。那你吃辣吗？吃啊吃啊，就是川菜的辣的。是无辣不欢的那种类型吗？但是我会长痘，所以我尽量控制自己少吃点。吃香菜吗？吃啊，可以。你也吃啊？对，我也吃。香菜的。是肉汤，是肉汤圆还是芝麻汤圆？汤圆要吃芝麻的吧，肉的感觉很奇怪，是不是中心那个师傅会烧肉的汤圆？很奇怪，我都不吃的。咸粽子还是甜粽子？粽子没关系，甜的咸的我都能接受。甜的好，咸的好。对，这个真的很甜。豆花是咸的，是咸的。江苏是吃的咸的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荷包蛋的蛋黄在什么时候吃比较好？不吃荷包蛋。不吃荷包蛋？就是如果那个中心楼下不是可以自己煎蛋吗？对，我都把它就是打匀了，然后再煎。你们问问黄婷婷怎么会想到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？现场马上放。那不能走，现场就是靠编的，不要。大家自然一点，自然。好，那个什么，来你来问。你怎么会想到参加这个比赛？你怎么会想到参加这个比赛？应该是节目组想到让我参加这个比赛，因为我以前根本是不会烧饭，然后还是那种黑暗料理那种。但是之前我们的舞蹈老师说你烧的菜非常好吃。你们舞蹈老师是哪个？小蕾蕾蕾。是新来那个老师吗？那是我第一次烧饭，就是之前在中心嘛，那是我第一次，我以前不会烧饭。因为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会烧饭，就不用我烧饭，就他们都不在的时候还可以点外卖嘛。就是第一次烧的什么饭？就是当时没有下去吃，然后是烧了什么？烧的还是支长教我的，烧的什么红烧肉、红烧鲫鱼，还有那个我们厨房那个大厨教我的酸菜鱼，但是结果不好吃。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那个什么蒜苔炒肉。问他这几个菜里面哪个最难？哪个最难吃？最难吃，最难吃，最难吃，最难做。最难吃是那个厨房那个大厨教我的酸菜鱼，难吃，就是很没味儿那种感觉，淡淡的一个水煮。最好吃的应该是，烧焦的那个红烧肉，大哥说还不错，虽然烧焦了还不错。那他还记得怎么做？
把步骤说一下。我记得一些就是详细的炒菜的一些东西嘛，因为我们好像也没有人会烧饭。其实我们都不会做。对，因为都吃食堂嘛。我其实会把那个步骤都记下来，就是红烧肉。你现在有印象吗？问他有印象怎么做？胡乐的红烧肉是掏出做出来的。有印象。大概有印象，就是先放油嘛，等锅热了，放那些什么调料，就是辣椒啊，什么八角啊，什么之类，炒爆炒一下，然后放什么来着？然后放肉，然后放酱油，就还主要的放了糖，只有两勺，因为就是上海吃比较甜嘛，还要放糖，然后也是因为糖放的多了，所以焦掉了。啊，所以是糖的锅了，热量的锅，热量浇的不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在家里有妈妈教过做饭什么？就没教过，就是没要上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妈烧饭的时候我就在看电视，在她烧好了我去吃就可以了。应该大家都是那种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做饭这种场景的，因为现在外卖很发达。外卖越来越发达，因为关键是中心还有食堂，就完全没想过要自己开火。这次有可能会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很难处理的美食。来，其中一位妹子问他内脏的东西处理过？内脏的东西会，如果碰到内脏的东西，你会怎么样？哪个妹子问他一下？听着好残忍。你，就你，就是如果是碰到那种动物内脏那种东西，你会觉得有，就是，烧那个。猪的脑啊，然后鸡的肺啊，鸡的胗啊，然后猪的肺啊，猪的肠子。猪脑那种还好，因为我吃火锅的时候还会点，我会说对，我觉得还挺好吃，冒脑花之类的。但如果内脏的话，因为之前不是浙长教我做那个红烧鲫鱼嘛，然后特地让他买了一条就是没有处理过的鱼，然后还在中心的食堂里刮鱼鳞。给它肚剪开，哦，它是活的，我还用那个菜刀先把它打晕，很可怕的，就是想说先把它打晕，因为它是活的嘛，先用那个菜刀敲它，然后把它鱼鳞刮了，就把它肚子剪开，里面有一些肠跟血什么，对吧？那个鳃也给抠掉，感觉听起来很血腥，但做起来会很爽。就鱼还好，你试一下鱼还好。我没试过那个鸡，我觉得鸡有点就是很可怕，如果它的头还在那儿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吓人。还有那个鸡皮，我会摸在手上有点难受。鸭的那种。对，鸡我没弄。来，婷婷，帮我先看一下啊，你再回看一下。我觉得现在你的外卖，就我感觉不到这个，也许不是你们平时团训啊，或者这种状态。就听听呢，嗨一点。回到我们就是做同情工作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现在是在跟网友互动直播的状态，然后我们最后回一个看看，就是你来说，就是你们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你要去参加新厨了，然后呢跟小姐妹们一起在跟网友互动，讲一讲为什么去参加新厨的节目，你怎么样，就是这些简单的聊天，就这个看下去你来说，就是你们今天在一起在做什么事情，就这个你说到，然后呢整个情况包括你们这种独特性的自我介绍都可以说到，你们是谁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一起好吧，就这个，就是你现在可以换到摄像机，然后呢跟网友互动，然后我们去在旁边抓拍你们的状态就好了。就是假装在直播。对啊，跟网友做自我介绍啊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谁？然后呢，今天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就好，你们旁边都是你的小姐妹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厨艺啊，或聊聊什么，就做一个开场。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？马上去参加新厨了，那么叫一群小姐妹过来一起聊聊，尽力的帮聊，对，关于你的厨艺，然后呢，你为什么参加新厨？然后呢？后面他不是问很多问题吗？就是类似于这样，还是走，好吧？好，然后这个问题问完之后，你们后面有问题就继续问，继续问我。后面照片是不看，后面有续东西上来，下一步的流程。你后面把那个手机拿起来是可以，你直接拿起来对，自然一点，对，自然一点。因为现在就整体状态有点闷，我不是你们，比如平时训练啊，或者平时……你看一下，你要不要跟上面的那个网友互动一下？Hello， 好，来吧，来。有是真的在直播，是真的在直播。
有人给我送了一个 love。其他的姑娘可以凑上去看的，你不用一直站在一块儿去看。现在网友有问什么问题吗？现在网友有什么问题？有，好看死了，爱你爱你。有没有人打 call？ 没有，宝宝，哈哈哈，么么哒，就是这种。好，我们洗个碗吧，那张我做的介绍，我们介绍，进去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啊。Hell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 N H 48。耶。拍到你了，没拍到你。Yeah. Hello，Hello， 嗨。今天你可以跟网友互动。你手酸不酸？什么？你手酸不酸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然后我们今天是在做新厨的直播，因为我待会儿要去参加。不是待会儿，之后要去参加一个节目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新厨驾到》，就是一个做菜的节目，因为觉得很意外，因为平时好像也没听说过我很会做菜，有网友吗？没有。对，因为我不会，其实。少女偶像不存在做菜的。对啊，少女偶像为什么会跟做菜油烟打边？少女偶像应该是什么那种每天吃着草莓就可以过活的那种。那你们平时在家会做饭吗？好了，来把这个东西拿给我。这是什么？可怕的东西。这个角度特别的肥，会不会是一只怪兽？我想问问有没有活的东西。我打开吗？有一个神秘箱。没有，没有，没起来。你说这里面开一个箱子，见到这个箱子之后的震撼。要打开，很害怕。当然要打开了，是什么箱子啊？对，我好怕，我真的很怕，我自己也怕的。你看我今天都带了，真的假的？那可能是一个怪兽，怎么看？食材。猜猜箱子里面是什么？猜猜箱子里面。姐妹们都猜一下。看到了。什么？蔬菜。来，是菜，香菜。洋葱。不要看到了。应该是死了，因为没动静。对。我本来猜可能是活的鱼啊、鸡啊。哎，是什么？没动静，应该是死的。没动你应该是死了。嗨，有人吗？好，姐妹们帮他一块打开看看是什么。这怎么开呀、啊？好像吗？哦，拿着把手，拿着把手。下面一个把手。一二三，呀！哇、哦！这个现在吃了吗？这是不是那个很臭的那个鱼罐子、啊？是吗？啊、是吧？就是，好像有点面熟。不是哦，像那种这里有一个信哎、哦，是吗？是哦，我已经闻到了，蒜的味道吗？很臭的那种，我感觉有点眼熟，我也觉得有点眼熟，哪里见过？啊，收到一封信。哦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水鱼罐头，我被称为食物界的生化武器，作死奇人最爱的美食。在《新厨驾到》第三季里，秦海璐运用高超厨艺把我变成一道美食。今天轮到你了，鲱鱼罐头这是什么 ？Taps， 你敢挑战吗？我猜对了，是那个很臭的鱼罐头。你怎么看那么眼熟？加油！这个鱼罐头你们之前见过吗？见过，它很红，它是个网红罐头。传说有一种不可描述的味道。而且我们冰箱里有那个，我的室友何小玉买了一个放在冰箱里，一直没打开过。然后他又就是很多很多层把它封住，为了防止它漏气。太可怕了！而且什么在《新厨驾到》第三季里，秦海璐运用高超厨艺把它变成一道美食，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它真的很臭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。那接下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这个开罐器打开一罐鲱鱼罐。我觉得它这个传说它会喷溅。我当时看那个《大卡前辈》，还有那个还有谁来着？朵朵，朵朵，还有
我看过一个日本的那种，就是什么作死小能手之类的，他打开时会喷溅，因为里面有气压，喷在脸上，要戴面罩拍，有气超时。咱们废话少说，拍。哦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关键是，大家研究下这个，我也用这个怎么用？来，大家群策群力啊！最强大脑，看一下别的怪兽怎么看。哈哈，手。谁会用这个？来看一个。是这样吗？是吗？好大的点儿，真是。这样吗？还有圈。又一个这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有气。哈哇！你们都没闻到没？哦，多么好的味道！来继续，来继续 ，Come on， 你们都是勇敢的妹子。刚刚都在想唱的是，姐妹们要给他一些什么鼓励？真的参加了一场有趣节目吗？哎，不如闻一点酸的味道。对，你们闻西红柿应该。请姐妹们给他一些鼓励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油！啊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我先走了。我想呕吐。想吐可以吐在桌子上，没关系。哦，多好的味道，世间美味。现在好像有点习惯了。都说导演有毒。这个衣服可能都不穿了。大家想象出它能做出什么美味？来，各抒己见。来，导子，它能做出美味吧？好淡吗？我说不得吧，好淡。觉得这个应该红烧还是清蒸？还是沙拉？沙拉也太恶心了吧！小女孩比较古人，就是给你放的没想过。我觉得应该用味道重一点，什么洋葱之类盖一盖它。对，太恶心了。做好了之后有人吃吗？有没有问到重点。哇，差不多了，快点。那你做的先，你先吃。包皮都行。哇，这汁。来，让他们吃成包皮吃。我烟雾太坏，手套都不给人抽。我们洗碗才带手套。帮我工作。做菜一般都是裸手。我的手都叫长长短号，就是长长短号。我身上好重吧，应该会是一房间的人都有味儿。以后握手会都没人敢了，手枪。你带上吧。
消毒。现在两台机器就是观众啊，黄婷婷可以说说话，看看机器，你有什么要跟观众说的？不是旁边姐妹啊，你像刚刚说的，哎呀，我这下以后没法跟人家握手，你可以跟观众也说，对着机器说，两台机器都可以。明白。我现在觉得我的手很抽。如果我的偶像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了，因为再也没人要来我的握手会了。要失业了，很重。不能把 cos 好，要打开，打开的时候特别当心，排泄物的味道。你要小心。你用牙签打开，你真是。没法拿出来。没有，但是有点不舒服。我现在觉得很奇怪了，都打着全涌出来。用这个道具，这个好像用吗？道具，摇过牙先。兴奋。开到头啊！当心手，当心手，当心，千万当心。当心，你们说的我好害怕哦。全部拧开，这个没啥。一定要自己打开，如果连这些小的那个新出这个挑战对你来说是地狱啊，妈妈又站在我手上了，窒息，小心手。你们现在当中有一个必须上去凑着它闻一下，谁有勇气？这是一种仪式啊，这种是一种仪式感啊。或者你们可以大加黑白配，一起闻，我们都是一起闻，好一起闻，好一起闻。来，给自己一句信心的话，一起闻，我们不怕。我拿上，加油，我们是最怕的。好，来，一样的，先吸口气。没差，房间里也是这个味道。1、2、3。我觉得没有味道，闻到头发上的香味，是你头发上的香味。嗯，来，甜甜，把它拖起来，近距离的可以吗？妈呀！我真的有点洗不掉香味，我的天！都没有来，近距离闻一下，就你一个人闻。哎，就是麦芽的香气，就有一种煤气泄漏的味道，就自杀的味道，一种煤气泄漏的感觉。婷婷，你想象得出现在这一罐鲱鱼罐头能做出一个很美的美食？秦海璐在那个第三季的时候他做过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想象不到，因为我觉得它光这个味儿就让人。好，我们连起来说，我觉得海璐姐。哦。觉得海璐姐很厉害。都没法想象现在这么一坨很重的东西会变成一道美味，我估计筷子都下不去手，太恶了这个味儿。那接下来你就要挑战他的这道菜了，你有没有信心？重复我的话，我接下来要挑战这一道。接下来我要挑战这道菜了，我没有信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来。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想知道这道菜怎么做吗？想有菜单吗？好，我会给到你们菜单。先看，好，你现在一点完成2/3。我的手很重。来，就这样，不行。什么？不看了，我们不按，就不拍嘛。好，那这样。没胃口。好，我们大家坐一会儿，我们大家坐一会儿。好，好了吗？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他。然后我就只能往上去。导演，你想闻一下吗？想近距离。我第三期已经闻了好多了。
头了。好了，接下来他们去整理一下，待会给你准备一个灶台，一个简易版的灶台。然后呢，你待会就根据那个海璐姐在第三期做的一个本地罐头 tapas， 然后你要复原它的一个简易罐头 tapas， 有可能你会超越它，因为你前面说你干料理很厉害，干料理就是一种创意，对不对？那待会儿谁要吃？OK， 好了，扎心了。现在我有个，我要行使一个特殊权利，对吧？为什么？我们说一下集合步骤。来，快点，这里换了。这里现在不是咔叽吗？直播把它直播。然后那个这里要撤换那个。其实大家一块可以看一下。来，很少跟妹子一块来拍照的，给我快点拍照。好了，可以先把那个。那其实正确的，它的用料大家看到了，有法棍，对不对？有洋葱，有蒜子，然后有法香，然后有西红柿、橄榄油，然后黑胡椒什么的，我们都会帮你备齐。然后首先大家记住哦，其实有知识的，鲱鱼罐头是在水中打开的。避免气味大量溢出，对，它会喷溅。当时我忘了拿水，他在水上道具怎么会忘了拿水给他们？真是的，是故意的，我是神经的。取出鲱鱼，那个拍生粉，待会生粉也会给到你们，记住每一个步骤啊。但我不能看是吗？不能看，你要全部记住，或者让其他妹子帮你一块儿拍生粉，然后西红柿。去籽切小丁，谁来记啊？好，西红柿去籽切小丁。洋葱切细丁。今天最近好像感情。什么叫细丁？细丁就是丁再细一点。就是这个小丁有什么区别？如果按照 Steven 刘老师这次你们的一个评委刘一帆的话，他要0.1毫米乘以0.1毫米就要成为一个小丁。OK。然后大家前面记住了，还有生菜切树叶状，树叶状，你看到什么树叶，你就觉得像树叶，你就切成这个样。然后蒜子和法香切末备用，记住了。嗯。把海盐、橄榄油、黑胡椒、洋葱细丁和什么蒜末加入意大利黑醋里搅拌均匀，成一个。沙律，记住啊，法棍切成片，然后在平底锅里面煎至两面金黄，然后把切好的生菜铺在上面。法棍切片，两面煎到两面金黄，放生菜。对，煎的时候要放什么东西啊？别煎焦了。黄油。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取油锅加入适量的油。烧热，然后把拍好生粉的鲱鱼炸成金黄色，捞出放在煎好的法棍片上。烤鱼煎成金黄。然后把做好的油醋沙律一小勺，在炸好的鲱鱼身上就是浇在这上面，然后把西红柿小丁撒在鲱鱼那个周围，做最后放上法香的装饰即可。我现在这个一关掉，你们估计全忘了。好了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秦海璐在做鲱鱼罐头，它的过程，我相信你们看了，你们也不会太那个，还是看那个比较顺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评委去评价它的一个最终的样子，你能做到它80%，你已经成功了。如果做到100%，锦上添花；做到200%，你就是新厨。我不敢说冠军。好了，大家来看一下。色变是鲱鱼罐头，这个鲱鱼它外表啊很像它们，闻上去没有特别特别的臭味，一口吃下去没有鱼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你的确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，你达到了一个目的，能吃。对，慢慢一个。
看一遍，你是仔细看它最后的样子呈现。它面包上面有一个生菜，然后有一个。你给个全景吗？我先给个全景。给你微笑的是吧？菜谱最后一遍啊。自己放大缩小。好，给你们时间。大家都可以看啊，但是我先说明一点，待会儿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帮黄冰冰，但是只是用口，不能动手，动手是他一个人。帮不了你。对对，法香切细，法香这种，法香，很切细。法香是，你看人是没做过法香。哦，好，你现在不作弊啊？我现在属于帮你作弊啊。对吧？全部录下来，我会被炒鱿鱼的。我炒了鱿鱼，我来参加 48 吗？可以。我帮他作弊了，这也是法香。你闻不出味道来。对美食没了解。我现在闻都是口罩的味道。好了。箱子上面都不是烧菜的是吧？烧菜的时候要么我一站为主，烧菜的时候要么我一站为主，你监控看不看？所有的关系都我来了，大的和关系都我来了。烧菜都要上脚一下的，如果你要烧高一点，啊。来，咱来顶顶啊！和侬把话来把住为止。今天一个做菜的，啊，下面轮子能锁吗？不能锁。好锁。来，帮忙弄一下，放。要洗个手。不用洗，你待会儿去洗。你可以去洗。我要碰餐，还要吃的。然后倒，让我看一下到底。这里确定吗？这是不是不动？你让他们旁边的姑娘也不要全坐着，可能有两个要站着。还需要吗？我等会儿。跟那个，我等会儿机会就架在这里吧，我等会儿就抓在这里，然后偷懒。我没有偷懒，要不然等会儿全景的话不好给啊。
啊，那他修那个再来，那个什么，那过一点，过一点，他们讲解。然后今天我们可以找一个大厨，他们在那边再讲解一下，他们他把纸啊，首先把六块钱一千四，不是一千四去掉纸之后去掉皮。我去皮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没有去皮的话？嗯，就确定是。啊，就确定。那我去除过吧。不要管，我觉得基本上我一个人挤出来，你要炸炸油出来，那谁来？我挤出来。你现在你不要在那做布置，你做看这个。看过了。对，你只要跟他们说哪些是什么，哪些是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你搞吧。海盐。啊啊。啊。没错，好像有，好像有。这个是什么？黄油还是？黄油怎么样？好，黄油要清点。来那个几，不可以，私域吧。东西。那个青面包的，那个烧很快的，这道很快的，大概三秒一热。学过了，这样。太甜，洋葱都没切的。不要涂。要剥。洋葱丁。一千二，一千二，切小粒。我先剥。一千二，这里去掉，这里去掉，一千二，一千二不是半个吧？半个放好之后，你要连刀子里竖着这个纹路切切切切切切切，之后在上面一层一层皮下来之后去切掉。竖着。啊。还有什么特别的？随便放，只要不切掉啥。单个单个，随便切。还有什么？教练完之后我们说肉了，肉肉肉，好，没事了。你想怎么做？这个拍很高啊！真的，你看怎么做？那我们第一步先把所有的保鲜布全部切好弄好，然后第二步开始煎啊什么东西的。所以说电磁炉在下面，待会我们还会插机再把电磁炉搬上来。这样，好，来，我现在准备。然后再给我一个桌子，那个圆的桌子给我。然后下面有盘子，有什么？没电了。好，这里也可以放，我们可以移过来一点。你有小碗，切好了吗？对，下面有。下面有盘子，有各种。来，这里位置我们站起来。对，下来的对，这个都坐了，这么拘束了。对。嗯，我们坐了。啊，要这打的够不？要这打的够，打的够快。深一点，深一点。这里，深一点。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